快给我帮忙解啊，我搞不住了，快。太搬多了，你手搬几块就行了。呀，死定了。拿两块，是钱上钱。哎呀，三哥，我听俺说今天厂里效益不好，要裁员呢。谁来向他裁？还裁到我们头上不成啊？就裁我们组，要把我们组的人员裁一半去。我们组不缺我跟两个人呢，裁一半的话，你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是你的，我喝了一杯尿哎。你听哪个说的？包工头。去问那个。他今儿好像没来上班呢。看屋里问个。好。珊珊，小八，你们组的确实要裁人。至于裁哪一个呢？我们领导正在研究。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安心搞事。可能心里蛮忐忑，那就跟我们说了呢。具体我也不清楚。老头子啊，我的两只鸡子啊，说今个把杀的齐了，这个鸡子还是拿我蛋的，叫人搞呢。你也很不好说啊，就把这个圣诞的鸡子留着，把那个不圣诞的鸡子搞的齐了。好。你说这是不是稀奇啊？说他把他搞的齐了，他还下了个蛋呢。你我肯定不得杀他的，你说呢？那个滚烫，那先坐哈，我们听课啊。嘿，滚烫，这是我的看心意，你来收的。不管这个好，厂里已经决定了，这位彩礼人员是你。你可找他其他的事情搞个，鸡蛋带走。啊！滚了！不搞那个哈！哎呀，没得货，假货啊！滚蛋！那东西弄了，是不是弄的？哦，那个，我先去呢，我先去。下班哥。哎呀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小八，屋里没水果，给我拿开来，我要浇火哎。好。哪个？哥，忙他去，还有啊！啷个娘子能带货呀？去年晴天找我借5000块钱的，今天我去找他还钱去，他不承认了。你拿钱那个找他去啦？关键就在于我当时没有交写欠条了。你得去走法律程序，把他告他。你无凭无据，你欠了告我外公了。哎，你也欠了个，还欠了个了，只能倒霉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以后你借钱到我啊，必须要拿个写欠条，免得要不回来。我就是血淋淋的教训。怪啦，早上才找我借钱的，没写欠条，你是怎样的？我正好去找他写欠条去。我跟你说了，写欠条呢，必须要写正规的欠条。要到欠条中间写欠条两个字，然后写你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，再写欠款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，再写欠款金额，必须要用大写，这是为了防止别人篡改金额。接下来呢，就写欠款日期和还款日期，最后
要特此离去，在里面去盖章按手印。最重要一点，一定要记得写欠条的时候必须要有公证人在场。我，你可当我的公证人了？行，得了，我多喊几个人去，万一他不写就把他撑着去。走，去。今天你们给我把事情办好了，有光路上起小眼，一万算我的。啊，奶奶，说啊，啊，打他声音，我听不到。好，啊啊，说。没有哪个的兄弟们，你是不是差小八的钱没写欠条啊？嗯，我跟小八你以后的关系不得要我写欠条的？需要。听到没有？他说需要。就这说我了，又不管你的屁事。你好好说的，动什么手呢？我就问你写不写？我写。快写。抢了写，对的，写我写欠条两个字，给我打开写。快把印泥拿来，准备盖章。好了，看小三还盖章呢，还我先还的大行不行？也可以。那个。走！你差了好多钱，七毛呢？这七毛。那个呢？早上我给菜场里买香菜去，那要七毛钱的，我们那零钱，他帮我添的。那个有毛病吗？没得毛病。不好意思啊，机会一下打扰了啊。还没得别的事啊？没事，你忙。七毛钱你搞的鬼子，我再看到不得，哎，还走呀？现在要账了，你看到没？小八，我呢拿你当亲弟弟，你却拿我当表哥。七毛钱你还要我写欠条，是我做人不行了，伤了这事。